者四：决战次时代，到战壁虎怪。大家继续找碎片吧。好的。你们可以放手了吧？不行，万一你又消失了怎么办？昨天只是意外啊。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你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说起来，最近都没有看到 T 博士的机器人来抢卡，有点不对劲儿啊。肯定有什么计划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上次在博物馆见到红红，他似乎好像在执行什么别的任务。他们在搞什么呢？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要赶快收集象形石碎片才行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动吧，一定要小心。有象形石碎片的反应。凭什么告诉你？不想受伤就赶紧离开。杨洋的武器，美羊羊，你在哪儿？你等一下，是我们美羊羊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只剩下美羊羊的剑在这儿了。说完 T 博士最近没找我们麻烦，马上就出事了。手套也定位不到美羊羊的位置，这附近也没有很强的打斗痕迹，按道理美羊羊的手套应该没有损坏呀。会不会是美羊羊被关到了一个会屏蔽信号的地方？没时间耽搁了，大家分头找吧。好。我这是在哪儿？
墙壁怎么这么硬？我们在壁虎怪的肚子里。什么？壁虎怪的肚子里？只有打破它的肚子才能出去。美羊羊了，怎么又不见了？我记下了它出现的位置，东北偏北，山谷方向，走。只能是我的。看来有效果了。做什么？别小看我，多一个人想办法总比你单打独斗强呀。至少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嘛，至于其他的等出去再说。我不需要你帮忙。哼，逞什么能嘛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出去。那里是壁虎的舌根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你。
尾巴断、啊、断了。天哪，尾巴断了也会动？壁虎有断尾求生的本事，它的尾巴会动是正常的。但是这个尾巴还会打人啊！记得做仪器才是你的首要任务。我知道。出去吧。是。